请问有哪一位讲言超时呢？没有人超时。沈俊明1分40秒，洪在茂1分31秒，谢瑞发2分11秒，吴娟1分30秒，沈燕飞1分22秒，林安娜1分33秒，都合格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来普选最佳即时讲言。